赢了吗？他们一比一吗？真的吗？哦，感觉这么看比赛吧。破败王兄弟，不是这招进，哥们儿，我就招进不招闪啊！我只能说，我感觉他，哦，这么优势吗？就一个上体，是，我得亏了线，这打野赚了，三路亏了。这边直接拉大，当时死了呀！那赵信交了闪，直接捅回去，小炮过来，小豪这边是要死了。哎，小豪这边直接被点死，他这边还被大走了。这边 Harry 一个大大的不错，把真的装带进来，这边真的装也没了。这边刘青松怎么说？被大树粘了一下之后，直接交闪，一波干爆炸了。这右边的组合厉害很多，比左边，然后这边直接开始 A 小龙，感觉有了呀。右边后期输不了，直接开始 A。小炮，哇，这小炮太。顿爆射，就是直接把大招扔了，又是太刀了吧？微博这把输不是微博又输了，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呀？不能输吧？他们小炮直接跳上去，小豪在旁边，这一个大，但被大树 W 给躲了。小炮这不跳走，但没跳走，被他点人烫死了。这是何意啊？这不赵信一个大，但这边只能交闪走，这破文还要砍上去，怎么说有 W 有闪现 W？这边直接杀掉大树，然后这边口牙口有闪，但还是被拉了，应该还是要死。这破王捡起来了，杀完了啊！我操，这小炮，小炮六，这边破王再吃一条龙，太慢了吧！哦，这边发条位置被发现了，这发条，哎哎，啊啊，哎啊！这么自然啊，火！怎么小五的关系这么好呀？你不能关系好呀，我别中啊！这边小红，五彩没事了。这边怎么说？直接打嘛！赵信开大，破王直接砍上去，被挑起来，这要被秒了吗？小红死了吗？死了吗？没死，这不捡到赵信了，但是好像要消了那个东西，但是有这个。焚天效果，这边奎当吉怎么说？开不开大？这边刚要大那个小炮，直接单杀了 AD。这波问题出在了小炮，最后没打小豪了，小豪要死了。这不，这边直接，哎呦，有啥吗？他有闪呀、啊。啊，你松松，不是这西点不让人家松松啊？啊你，我玩过呀。Harry， 有双 buff， 这真的装应该活不了。哎，松松啊，西北玩过呀，黄哥。这小炮去抓小豪，有闪吗？没闪的话，应该是追不，应该是 A 不死了。那真的装死了。我操 ，Harry。有人想赢，我只能说，兄弟们，我看不出来谁想赢啊！哎呦，我觉得冰心这件装备对奎桑蒂给呗，哦，抓奎桑蒂呗，这大龙给呗，没了，这破败王被捆住了，完了，大龙输了呗。Harry 喜欢，这边 Harry 还有大，要想打还能打，跑什么？这么一个大带走回荡机，不是带走这个屋顶儿，给呗，走了，不这样我在跑什么？谁就会啊，这个？这你一哪啊？你 W 一在哪儿？不上面就止不了吗？动动你的这里，有能？动动你的这里，动动你的这里，不然你这有什么用啊？不然你脖子上面这玩意儿，你套你脖子上面有啥用啊？动动，动动这里，懂？动动你的这里，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您用的弹幕来了一句，那位置发条不好发挥吗？问号，是不是不适合你爸吗？他发挥，他发挥个毛啊！他发挥简单啊，往哪儿发挥？去你家发挥是吧？这不赵信开的很好，很果断的一个闪现，攻攻你的这里，这时候发条几乎已经是个必死了，然后这面是换掉了这个大树，然后这面紧接着大就是直接爆了就好了呀，这大树一直没放弃呢，然后这边有点太脆了，而且这边这瀑布有点太脆了，而且装备选择有点问题，这把该出布甲鞋会好一点吗？我觉得水银鞋的话，哦，因为的输出基本80%都是 AD 的，懂了懂了，用脑子，懂了懂了，稳定伤害全是 AD 的，为什么为刀斧魔有事情吗？你都是 AD 伤害吗？就是他有事情了，然后也还是我说那个黑切可以帮维鲁斯打前排的护甲，然后加，不是为什么不喜欢出黑切呢？他玩破坏王，我觉得破坏王，哎，要不谁给他黑切吧？破坏王，要不送快递给他黑切吧？他说他几次黑切了，要不你们送给他黑切吧？懂我意思吗，兄弟们？破坏王这叠黑切巨容易，一秒叠满，谁知道？到了地址啊，直接送啊！海妖黑切也是一坨，兄弟。我的理解是海妖只能配三项，我觉得。海妖配三项，第三件装备出黑切，但是显然这把不适合，好吧？这把是不适合的，这把就是本田加黑切，我的理解，好吧？本田加黑切，然后可以补角色。或者不冰心都行，没事，排位网吧，本田在黑切在冰心，这是我的理解，好吧？怎么？你是啥黑切代言人呢？不是，不是黑切不黑切代言人，是黑切这件装备真的很好用啊！而且也很肉啊！有机会啊！没有没有能赢，一看就能赢，哦哟！这边在耗，哎呦喂！抢到了龙，这边斩死赵信，自己活不了，直接被打死。但这波已经立功了，已经抢到龙了。这面好像是发条配合这发条维鲁斯，再配合破败王，三个人一起用技能把大龙直接秒了。感觉主播是赢不了啊，主播起这么难呀、啊？主要他这装备攻速也不快，海妖这个装备厉害是厉害的，你攻速得快。懂不懂？攻速越快，海妖越厉害。但他现在攻速其实并不快，他身上只有一件攻速装。哎呀，这要不给他三项都送了吧？要不三项加黑切一起送了吧？送给他吧。然后你再出他这套，你来对比一下伤害。端了呀。哎，这边走不了，直接被大招拉之后，后面一个大姐斩掉。小炮这边同样的。剧情吗？这边小炮有闪，怎么说？一个跳走，这边走不了吧？应该。这哎换了，这边香哥才换掉了流星松。要不暂停一下？看，给他镜头，给他镜头，他站起来了，给他镜头。我看了，这不给看，别看，别给看这个呀。他站起来了，这肯定一波了呀，没有前排，就随便一台啊。别上啊，你一波呀，就是，哎呦，没。倒了，这边小炮直接开始点塔，这边怎么？哎呦，小炮好像没吗？没有没，小豪砍错了。这边小豪被打死，哎呦，发条被这个 Harry 抬回来，维鲁斯在猛 A， 但好像已经独木难支了有点，但流星松活了，小虎这边好像被 Harry 追死，这边被 Harry 活生生追死之后呢 ，Light 这边能活下来吗？这边 Harry 还有一个 Q 三，完了，还 Light 也没了，游戏结束了，哥们儿，微博记了，记了。他们前期在潮州的投资非常的快，也是扳回了经济，并且呢有一波突然偷大龙的决策非常的果断，后续也是依靠小炮超高的伤害不断的找机